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耀，我是从事文具行的，我的公司是 First Pass Wood and Stations Number Hut。之前我以为我这个行业已经我的生意量已经到了瓶颈，但是庄老师教得很好，他教我们用这个 ABC Close， 哇，真的不得了，因为我的销在短短3个月已经涨了，大概是有30多千的这个 Close 到 ABC Close。给我看到的是我的生意还可以成长的。